何昭君，何昭君，你等等，我想了一下，我还是不能叫阿瑶留给你，你日后定还会欺凌她。从前我与刘瑶在一起，只需想着爱与不爱，可从今往后，我爱与不爱楼瑶，都已不再要紧。 冯一军真的像他所说的那般惨吗？何家真的占着最后一人吗？冯一军与华县情形并不相同，是因何将军将五个儿子和所有亲信的性命都赌了上去，先是以少量心腹固守冯一军，第二日。 又召集屯军，阻断萧氏叛军。何将军死不投降，战至最后一人，终是守住了冯一军。何家几乎连俘虏都不剩了。正是因为有何将军的拼死抵抗，冯一军才得以守住。 冯一俊没有散落在外的乱军成匪，没有流离失所的孩子，没有无辜受辱的女娘，没有华县城外成百上千的坟冢。
而你也再不用悄悄地去祭奠亡魂。我并非想劝你答应龙氏的退婚，我真心以为此时此刻无论陈娘子做出怎样的抉择都没有错。我只是不甘心，为何倒霉的总是我？多谢林将军送我回府。回去好生歇息。你不是与何昭君一起离开的吗？为何与林将军在一处？何昭君带我去廷尉府看萧世子行刑。什么？他带你去看萧世子行刑？我现在去找他。阿瑶，有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吧。我先回府了。少商，那好，今日你就早些歇息，明日我再来找你。这段时日你都先别来找我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少商，西市又新开了几家点心铺子，带你进城头好些，我带你一起去吃，好不好？女公子，都子时了，也该歇了。
你去，娄公子还在外面呢，就是不肯走。知道了。 倒是个执行的，可惜啊，与娘娘确实没有缘分。我的，都是我的，全是我的，我看谁敢动我这些名了数的宝贝！我的，都是我的。阿母，阿母，别动！我的。 经姑，城楼两家的亲事升了变故，这都是娄家一亲时送来的。当时我下令封存了这些礼品，如今得盘点清楚，一旦当真退了亲，这些都是要悉数退回娄家的。我前些时日才着人邪心给旧日的姐妹，我跟他们说，袅袅要与太子的夫子一家结亲了，这乡里乡亲听说以后都要来都城喝喜酒，你的退了亲，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？阿母，袅袅的婚期还未定下，你就到处招摇，这亲事究竟退还是不退，事关朝堂，由不得你我。关他们屁事儿！朝堂大人个个有钱有势，嘴唇一碰。 哪管一个被退了亲的小女娘怎么过活？这退了亲，他们又不管说媒，又不管保娶。君姑，莫着急。今日袅袅啊，是去和那个娄瑶商议，我们现在只是清点娄家的礼品，做个未雨绸缪罢了，并非当即要退。当真？当真。果然。果然。 阿母，大母，我决定了，去娄家，去与阿瑶退亲。我家少商心意已决。 这门亲事就此作罢吧。太傅，如果再不肯做个了断，今日出了娄家门，我便与同僚成亲。我程家也已亲自上门退亲，奈何娄家罔顾何将军遗言，死活不肯答应。启灵侯甚言，我娄家何曾不肯答应你们退亲？ 既娄太傅与娄大夫人都不反对，那就各自退还信物吧。少商，那日不是你我约定好了，只要我不反口，你就不退锁，是不是何昭君胁迫你？我去找他说清楚。不是何昭君。 是我自己想通了。何将军为国捐躯，如今何家只剩下何昭君与他幼女。这不是你我早就知晓。你还劝我说，何昭君在此，你和你我的亲事是两回事啊。于你我而言，是的；但于天下，于家国。 不是的，什么家国天下？你们个个都讲大道理来诓我，你们总说要这样做才算仁义，要那样做才算报恩，可是何家委屈的只有我，只有我。你们谁都不能替我过完这后半辈子，凭什么非得牺牲我呀？ 少商，为何连你也变了，也来逼我？
阿瑶，你随我出来，我有话与你讲。小尚，你不用劝我，我是不会答应退亲的。阿瑶，我记你与我说过，你虽不喜何昭君，但何将军对你慈爱有加，不管有多忙，总是会抽空来教导你，可谓亦师亦父，所以你心中好生敬仰他，是与不是？你这些年一直忍让何昭君，一半是看在恩义上，一半便是看在何将军的情分上，是与不是？你与何家五公子向来交情甚好，你还与我说过，你的剑术便是他教。更是他的兄长，他的依靠。
诸位长辈，我想通了，我答应退亲。阿瑶感怀忠臣良将，为国厮杀，致家破人亡。决议，成全何将军临终遗言，迎娶何昭君。此等大义之举，是连圣上都会称赞的。看日后，谁还敢管二房之事？是啊，我未来心腹脾气不是很好，还望伯父伯母多多担待。龙瑶，你是何意？往后十余年，何家布局可是都听二房调遣，我看看谁还敢再欺负我们。好了好了，都住嘴。此事就按照屈令侯说的办吧，打婚书来，退京吧。陈叔父，陈叔母，日后你们就当我是自家子侄吧。娄公子，以后和安成君好好生活。他如今孤苦，看着张牙舞爪，但心中也是甚是可怜。你若以礼待他，以心待他，自然不会错的。少少，以后你就叫我兄长吧。小妹祝阿瑶兄长之后诸事顺遂，待日后外放为官，展翅任高飞。那我也祝少商妹妹将来能遇上良人，从此白首不离，恩爱不离。谁能想到呀，这娄家行事也太不讲究了。这前脚和何氏退亲，便兴冲冲的跟程家定亲，后脚又和程家退了婚，这转眼又要重娶何氏为心腹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这也不能怪娄家，主要是何家太可怜了，都城里人人都盼着何昭君能有个好归宿。那个程家娘子也是霉运得很，无端被退亲，哎，日后怎好再谈婚事啊？就你心善，还替他操心。那程家四娘子秉性乖张，行事不端，哪像你稳妥持重，他日啊定有好福气。城门是个小户，他们教养出来的小娘怎能与郡主相提并论？依我看，普天之下也唯有我家十一郎能与郡主姻缘般配。大母已逼圣上亲自去劝他，他应了每月回城阳侯府用膳，今日必回来。真的？你为了他们重修父子情，不惜忍辱负重，这全都城中最委屈的妇人便是你。我给你寻些秘方来，你呀早日为侯爷开枝散叶，有个依靠方是真。
多谢王妃。你也不必害羞，你不妨呀多劝说侯爷早日命宁子胜娶妻生子，别整日在外打打杀杀的。你看看那何家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有军功又如何，还不是舔着脸跟娄家接亲。若世人都想着苟且偷生，那萧贼早就踏平都城了，诸位女眷也没命在此，非议他人的何事。子胜，在汝阳王妃面前休得无礼。抢夺他人郎婿之人，还知礼数二字？放肆！纯一夫人为你继母，你竟如此羞辱她，当真是不孝子。老王妃，前些时日在下被圣上罚了半年俸禄，您可知为何呀？你少威胁我，我又不是雍王，我没犯谋逆的罪，你还捅死我不成？老王妃说笑了，我何时说过要杀你？我想说的是，圣上公正严明，无论犯错之人是谁，有过必罚。如今圣上希望楼和两家联姻，此事已经板上钉钉，若再有人非议，那便是天下罪人。想必老王妃也不想用一身荣华去拼这个罪名加身吧。哎，子胜，今日汝阳王妃和豫昌郡主特意要等你回来一同用膳，我们不如边吃边说吧。不必了，在下没心思陪各位用膳，还劳烦各位转告程阳侯，以后不要再事事去烦圣上，我自会经常回来看望你们的。还有程娘子的婚事也不劳各位操心了，她的婚事我会负责。这亲事退了，对程家楼家都大有益处。为了你们的破名声，硬是把这么好的亲事退了，值当吗？我看你是当官当傻了。谷仓里的米，银箱里的钱，脚下的土地，攥在手里那才是真的呀。阿母，都混说些什么？我怎么混说了？袅袅，想下次瞎猫逮到死耗子，让不长眼的看上多难呐！哎呀，你不知，袅袅以后便不好再嫁了呀！这皇帝，分明是欺负咱们家媒人嘛！嘘，小心隔墙有耳。让人听去，诋毁圣上是要掉脑袋的。没有，我就是心疼我自己的孙女也要掉脑袋吗？你不说我不说，皇帝怎么知道我说什么？老夫人，家主，宫里来人了。真的来抓我吗？我混说的呀！我宫里来人说些什么？说是圣上有旨，准家主和夫人带上几位公子女娘一起随行去土高山祭典。哦，太好了！袅袅退婚这几日正闷闷不乐呢，我正愁带她去何处散心。快，领我去谢恩。家主、夫人、公子、女娘，怎么没请我呀？圣上没说请您，违抗圣旨，论罪当。喂。少商们，我说方才祭天大典怎么没瞧见你了啊？原来在这儿躲懒呢。你都不知道方才有多热闹。
这圣上、皇后、岳飞，还有那些皇子公主们，咱们平日里见都见不着的贵人们，全都在。你怎么不去？我有些乏了，想回营帐歇着。这难得出来一趟，窝营帐里多不划算啊。这班侯啊，在后山备下了骑马射箭的场地，有吃有玩。我跟他又不认识，我不想去。班侯是想介绍自己的曾孙班小侯给大家认识，这才邀请年轻的公子女娘们去玩。不过班侯也实在可怜，一家人啊，在战乱中家破人亡，儿女尽有，五个孙子也都死了。这班家呀，是唯一的血脉，被当成宝贝疙瘩一样看管。这都到了可以移亲的年岁了吧？还是第一次出远门，连都城里的路都不大认得。他也是满门英雄。何昭君的身世倒有些相同。你提他干什么呀？七七阿子，不如你去吧，我还是在这儿陪娘娘。陪什么陪啊？不开心才应该找点乐子。走。我不去。去。我不去。不想去。快点去。咱们来猜猜谁会赢，赢了的人本公主重重有赏。你看这五公主啊，出手最是阔绰，这些皇子公主中唯有她是在大定天下后出生，加上是帝后妖女，故而最是稳重。她跟的王陵十分亲，以后你见着她可得避着些啊。公子中五公主赏银百两，还有他身旁那个呀，是三公主，乃是岳飞所出。他呀，最是贪财了，听说一出生啊就被扔给舅父小岳侯教养。你看这养的一身伤骨死骨气的。好，五妹，若上母后知晓你在祈福大典这样的日子涉赌，会不高兴的。不过是添些彩头而已，何必那么紧张。再说了，宫中何人不知晓楚妃手头不宽裕，又没让你出钱，瞧把你心疼的好像没见过世面似的。五妹妹又是瞧上场上哪位郎君想召回府中做幕僚啊？父皇早已定下轩月两族联姻，你与我表兄择日就要成婚了，可别因此得罪我表兄。你也知晓我那表兄最是魂不吝的，不如先想想你那一屋子的幕僚将来如何处置吧。三妹，若你不想看见，不若去陪三驸马下棋如何？要我说呀，这些都城的公主中，也就二公主，二公主最沉稳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方才在祭天大典，要不是二公主跟皇后拦着，就那两位，差点因为谁站在前面而打起来。嘿，哎，还有那个，身上没几件首饰的，那是太子妃，乃是圣上大业未定时为太子所纳，据说娘家可穷了，还是乡野出身。哎呦！你这张嘴啊，迟早惹祸。袅袅又不进宫，哪能遇到这些天家贵女？你少跟她说这种迷信啊！
那陈郎君上场啊，据说他的剑法在都城里边也算是精绝。切，那也叫精绝呀、啊！我闭着眼睛用脚射的都比他准。哎呦，你可拉倒吧！